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Irene。 前几集影片呢，我们分享过了2000元的豪华露营帐篷以及客厅帐。那有许多露友们呢，希望我们可以分享一些平价的露营装备，因此我们今天要分享我们觉得很好用也很喜欢的装备给你们哦。露营两大装备之一的寝室帐篷，顾名思义呢，就是提供睡眠所使用。那如果你本身有在登山，那跟我们一样也有买登山帐篷的话，想省预算就可以直接使用登山帐咯。当然如果有预算的话，可以买一顶露营用的帐篷，空间会更大更舒适，而价格未必会比登山帐篷来得贵。可以参考我们之前拍摄过的2000元帐篷影片，虽然已经有涨价了一些，但还是非常便宜又好用。通常我们去露营的时候，天幕跟客厅帐择一携带即可。那天幕它的优点就是重量轻、体积小、好携带，而且它的通风性也比较好。不过搭建它会需要一点技巧，而且它遮风挡雨的范围也没有客厅帐来的那么大。客厅帐它的体积大又重，价格也比较贵，但遮阳挡雨的范围比较大。而且如果有四面纱网的情况下，通风性其实也不会差太多。最重要的是可以用来挡蚊虫。如果呢露营了很多次，确定有兴趣的话，就可以考虑升级帐篷啦。那像是睡道帐啦，还是各种各样你喜欢的帐篷的话，都可以升级购入。那呢有黑胶版本的会是更好的。那如果你真的没有预算问题，想要一次买到底也是可以的。记得买块防潮地布铺在帐篷底下，提供防潮以及保护帐篷底部，减少磨损与避免被地上的石头或尖锐物穿刺。爱惜帐篷的朋友一定要使用哦。露营桌的话呢，推荐购买这种铝合金材质的折叠蛋卷桌，它收纳起来呢体积小，重量轻。那如果像是木质的露营桌，虽然很好看，不过体积很重，那又很大，保养起来也不太容易。那如果你真的想要木纹的话，可以考虑这种铝合金材质的仿木纹系列哦。市面上呢有很多像 Chair Zero 这种的月亮椅，那它的收纳体积非常小，很适合轿车露营或者是机车露营时所携带。不过呢，若论舒适性，还是这种折叠露营椅最好啦。像我们买的这张努特的露营椅，它就有三段式可以调整，它呢可以调整到接近平躺的状态，非常适合小睡一回哦。我们平常在家睡午觉的时候也会用，这是我们这一年来买过使用最多次的露营装备啦。 IKEA 的99元鞋架可以堆叠起来变成一个简易的层架，用来放东西。那如果预算多一点的话呢，可以买这种木质的多层置物架，质感会更好一些啦。当然 IKEA 的99元层架就是胜在它的价钱便宜，而且收纳起来也比较轻巧哦。有些营区它的插座比较远，那建议可以准备10米以上的动力线，方便将电接回帐篷使用哦。建议准备一条多孔的延长线插座，那虽然这个要800多块，没有很便宜，不过它真的太好看了，没办法。接下来要介绍的是照明系统。那如果是这种购买 LED 的萤灯，我觉得它的亮度没有很亮，比较适合用来营造氛围。如果有照明需求的话，推荐这种灯条，它的亮度就真的非常亮。那缺点就是它一定要插着电才能做使用。那 LED 的露营灯呢，它就可以用 USB 充电，或者是有些是接电池的。萤灯呢用来照明或者是营造气氛都是没问题的。不过呢，如果你有摄影需求的话，那推荐还是带一块补光灯。那这个 Ulensy 的补光灯我们自己用了很久，也推荐了很多次，它一颗才300多块钱，然后体积又很轻巧，方便携带，不管是在露营野营还是登山都可以带。尤其它背面还有这个磁吸式，那你可以再带一个磁铁，然后吸附在天幕上当做照明使用哦。
如果要夜间作业呢，带头灯会比较方便。例如晚上夜冲露营区时，需要摸黑搭建帐篷，那这时候有个头灯呢，会比较方便作业。我们是直接拿登山用的头灯来做使用。青蛙灯可以挂在营绳上，在晚上用来警示作用，避免自己被营绳绊到。再来就是营钉的挑选啦。通常帐篷水附的地钉材质都很差，打一打就完了，像这样。那建议呢，可以购买好一点坚固的大黑钉。那如果是登山杖所使用的轻量营钉，在一些石头地打一打也可能就报销了，不建议用在营地使用。接下来呢是银锤，那不推荐买那种百元以内的铁锤，很容易打一打就断掉了。那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呢是这个黄铜的银锤，它是黄铜头，后面呢还有做这个拔地钉的钩子，可以像这样把地钉勾起来，很方便哦。这个充气棒捕收纳起来体积很小，那还有搭配很多种转接头，绝大多数需要充气的物品都可以用它做充气或放气。想要寻找收纳体积小又好携带的枕头，那我们比较推荐是充气枕头。如果有在登山的朋友呢，可以购买迪卡侬的这款99元充气枕头。那呢，虽然没有到很舒适，不过还算堪用，登山或是露营都能用得上。有一点预算的话，可以买好一点的 3D 海绵自动充气枕头，它睡起来呢会更舒适。我们这颗枕头是在淘宝上买的，换算下来大概台币260元。睡起来还挺不错的。睡垫除了提供我们睡眠上的舒适性之外呢，它还可以阻绝地面上的湿气跟寒气，降低热传导。有在登山的朋友，如果想要省预算的话，可以使用原本就有的蛋巢或者是充气睡垫。那不过我们自己觉得，为了睡眠品质，还是用充气睡垫会比较舒服。那如果是露营的充气睡垫，我们自己是使用的是 NatureHike 的轻量双人 TPU 充气睡垫，这个可以直接使用充气棒补来打气，它的价格部分呢也没有到很贵。双人睡垫的其中一个坏处呢，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翻身，比较容易影响到另外一个人，所以如果你是浅眠的话，可以选择一种单人的充气睡垫会比较好。睡袋也是很重要的。有在登山的朋友，我们推荐购买这种羽绒睡袋，它的收纳体积小，重量轻，不管你在登山或是露营都可以用得到。那新手我们比较推荐入手购买黑冰的 G 系列或是 B 系列的睡袋，它的 CP 值还蛮高的。当然如果你没有追求轻量化，只是纯粹露营的话呢，你可以购买更便宜的化纤睡袋。这个呢是晒网，用来晾干洗好的餐盘跟碗筷，可以搭配这个猪尾巴挂在银柱上面使用。再来呢，这个也是很必备的挂架，它呢可以用来挂一些比较大的锅具或工具，价格便宜，收纳体积小又很实用哦。有些露营区没有提供饮用水，或是饮水机太远，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自己制备水啦。想要省钱一点，可以直接买左边这种超商 6L 大水桶。那如果想要好看一点的话呢，可以买右边这种储水桶。冰桶，这应该不用多做介绍，就是用来存放需要冷藏的食材，跟帐篷天幕同等重要。建议不要买可以折叠的冰桶，使用久了可能会漏水。在露营的时候呢，要有好的炉具才可以烧一顿好吃的料理。如果有在登山的朋友，那你本身自己有高山炉具的话，直接使用高山炉是没有问题的。不过呢，如果有一点预算的话，还是比较推荐可以购买卡式炉。我们自己是使用岩谷的迷你黑武士，因为呢它可以直接放上我们的 MSR 锅具，它的造型又很可爱。那这款锅具我们可以放在高山炉是没有问题的。我们今天中午吃的是肉丝炒面。一般自己在家里准备肉丝炒面的话，要准备很多的料，很麻烦。不过先准备都帮你准备好成这样一包一包的样子咯。那连肉丝呢都准备好了。
所有的食材都已经准备好了，甚至是切好了，然后装好成一包一包的样子，就连调味料也是，就不用自己再准备了，真的很方便哦。如果担心不会煮的话，这边可以用手机扫 QR code 就有教学咯。再加香油跟乌醋，完成。买一个大的炒锅，我觉得汤锅比较够，因为我们两个人没有必要去囤汤匙。还是其实用这个炒是可以的，我没有试过。用这个炒也可以，就是说不好看，不好翻。如果东西说不好翻，因为这个面积还窄。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哦。我们下次见啦！